他到市场去买菜，偶然发现了一个、两个，这样买放，这是正确的。啊，决定不能说我明天要放生，你们赶紧给我准备，那个造罪业，那这因果非常重，啊，这个道理要懂得。底下一个问题，这是后学2年前于英国注册了公司，并办理中英外交认证，啊，也在国内注册商标，啊，生产化妆品，这个挂靠自己英国的公司为了有利销售，美其名曰是英国某公司某品牌进口的原料，在国内也加工。实际上产品完全是国内生产的，皈依后啊，自知不如法，深恐卖了产品啊赴英国，产品不卖了又糟蹋，请问请老法师开始。那你就老老实实告诉原料也是中国的，生产也是在中国的啊，你这个就没有事情了。不要为了小的利益了就欺骗顾客，这个不好啊！你能够诚诚实实、老老实实做，啊，人家用你这个产品觉得很不错，你的生意会越做越兴旺。啊，你这个自己的产品、自己的商标就能做得出来。啊，不必要搞这些名牌，名牌实在讲都是假的。搞名牌的时候都会吃亏上当啊，这个特别是学佛的同学啊，一切都是能过得去就很好了，何必要名牌呢啊。我还听说有些出家人啊，手表都是名牌啊，人家供养不是名牌他不要，这个错了啊。我早年在美国，我们这些护法里面有很多是高级工程师啊，收入都非常丰富的，他带着表拿给我看，很好，很准确。问他多少钱买的，3块美金，丢了不心痛，准确吗？你主要就是准确，时间准确就对了嘛。啊，何必要带上名牌呢？啊，这个是错误的。啊，东西上我们着重的坚固实用。啊，就是建筑我都是这样要求。啊，坚固实用。啊，不讲求豪华，也不讲求设计美观，不讲求。啊，只要坚固实用。第五个问题，就弟子想在寺院和乡下的亲戚家中夜间播放你讲的经典给众生听，但前提是要给寺院和乡下亲戚一些财物布施，请问这样做是否攀缘，是否如法？如法，这个不算攀缘啊，因为你跟他没有这些关系，人家就不给你机会啊，所以这个是布施一些财物供养他，他欢喜心，他让你在这里做，你就能度很多众生啊，这是好事情。下面马来西亚同学提问的，他说在道场厨房服务的义工有几个疑问。第一个是若因无法回家准备食物，就在学会把事物带回给家人，请问是否如法，有没有罪过？要给学会负责人报告啊，如果你的学会负责人同意，当然可以，你就没有过失。如果没有说明自己拿回家，这叫偷啊，这个要偷盗
啊，说明了那就不是头，啊，这个你跟学会佛悟啊，学会当然要供养你的家人，为什么？你的时间在此地，啊，这是如理如法的。第二，有同学拿菜到道场来煮，之后啊拿一些回家，请问有罪过吗？都要说明，啊，就没有罪过。啊，他拿着很多菜来煮，啊，他走的时候带一点回家去，啊，供养家人，这是理所当然，但是都要白种，啊，就是都要告诉，这个常住的主人。啊，或者是一次告诉就行了，啊，我们常常会带来，可不可以？这行，没问题，啊，那说了一次以后就不要天天说，天天说也麻烦，啊，这个可以的。第三，他因为有时很难预算道场供修的人数，若有多余的饭菜，是否可以赠送给非牟利团体？这个可以，啊，如果我们这个粮食、蔬菜、啊油盐有多的时候，都要送，啊，你看我们过去在这个新加坡，啊，新加坡居士林，我在那里提倡三餐免费供养大家，啊，不管是学佛不学佛，到居士林呢，随时都有吃的。夜晚都不例外，这24小时开放，啊，晚上有热的点心，有馒头，有包子，有牛奶，有这个豆浆，啊，有茶水，啊，日夜不间断。这个开了之后啊，各地方信徒的送礼太多了，啊，所以居士林做这么好事，做了几年呢，没花过一分钱。也没有买过米，也没有买过油，啊，各方面送太多，啊，太多是吃不完的，但这个不能留，那怎么办呢？新加坡许多宗教，他们办孤儿院，办老人院，啊，缺乏，啊，所以我们每天有个小卡车专门去送，啊，这个是如法的，啊，这个都是慈善机构，啊，我们有多的。要帮助他们，啊，这不分宗教，啊，这些慈善机构就帮助他，好事情啊。下面是网络同学提的问题，啊，第一个问题，他说我曾经两次梦到类似粪尿地狱的境界，梦到如厕时。刚好可以蹲下，而立头顶2-3毫米上啊是污秽的屋顶，下面呢是污秽不堪的粪尿，人在当中不得动弹，况且动弹都是染污的地方，请问堕粪尿地狱是造什么因？应如何改正？因果是相应的啊，那你就能想到了啊。堕这种地狱，我们是以不清洁的食物供养别人啊，不管是有意无意，会感到这种果报。第二个呢，更深一层，我们是用不干净的心去看别人。啊，所以说是染污的心、龌龊的心，啊，去对人对事，也是这个地狱的业因，啊，这个要改，我们要以清净的事物供众，啊，这个很重要，啊，这个供养的东西变味了，不可以，啊，不干净不可以。啊，鬼神都不会接受。